哎，大家好，我是唐阿能。今天我们在这个 AM 的这个车上，嘿，邀请到了阿基，嘿，一起来聊这个南拳北腿。他这一次参与的心得，也想知道这个阿基哈，这一次表演唱了新歌之后的一些想法，这样子。好，那就我们就开始吧。要，对，那个我想要问那个 AM 哥，他对于那个这次的新人王，因为没有直播嘛，因为直播是从对我没看到，对对对，他是因为七点半就开场，然后新人王总共有四位，然后就是。轮番上阵，然后看、想问那个 AN 哥，你看了新网之后，你觉得？我很喜欢，就是第一组，就是非常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第一组是那个大宝他们，大宝跟那个 S Key， 对，还有一个女生 S Key 嘛，对，超可爱，就是整个在场上真是很活跃这样。然后，对，我那时候我正在准备就是要表演的东西，所以我。比较没有过去看，然后我觉得他们在彩排的时候是让我蛮惊讶的，就是青春两个字而已。青春，还打歌一下，对，打歌，他们就是青春活耀，对，很棒很棒，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很棒。對對對，然后谁让你按下追踪了？还是？哎、我没有，对，没有没有，我回去会找，回去找。可是那个我们去看表演那天，我真的觉得他们请来那个女生的那个嘉宾有点盖掉。大宝本身的表演，对，就是我觉得那女生太抢眼了啊，不是不好，是真的是很厉害，所以才可以盖掉大宝，没办法平行。对对对，可能因为身高的关系，没有。喂，我是觉得而且那女生魅力还蛮够的，就是也是笑起来就是很有舞台魅力的一个人。所以那女生也是唱 rap， 对，然后她。应该有 vocal 跟 rap， 对对对，有 vocal 的部分，出来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是一个整体很让我觉得欣赏的一个表演，一个水果拼盘，水果拼盘，他们的是什么？他们是水果拼盘这样，前菜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啊，那请问一下那个毛豆那一段，毛豆是谁？毛豆是第二套菜。范丽珊，范丽珊这个你觉得？范丽珊蛮厉害的啊！我就是整体看下来是，因为我之前在看那个人人新闻网的那个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对这个也是印象蛮深刻的。哦，对，那个小军很喜欢他，对，小军很喜欢范丽珊，可是。我都忘记你没有去看，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当天唱的怎么样，但是他的录音的作品在 YouTube 上听了都觉得蛮喜欢的，他那个忧郁的气质，希望他们可以来台南表演，真的欢迎来台南带他们吃东西，对对对，啊，真的，哇，他妈，对，那林汉廷那个部分呢？你觉得林汉廷那个部分我有点，其实我最爱的是林，不是最爱，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他跟那个 B Block，我知道知道，对，那一段我是蛮觉得蛮惊讶，啊哈哈，对，只是蛮活跃的。他那一段让我硬要挑出一个缺点，就是他那件裤子很像下班立马赶过来的西装裤，所以穿着也是表演之一啊，观感之一，是完全 vocal 那个一直。我那天穿迷彩裤也蛮像下部队的感觉。不是，我一直视线一直在，因为我是离舞台最近的观众啊，对对 对， 對，然后刚好在正中间，对啊，然后一直看到他的裤子，然后这是刚下班，比较像麦当劳，对对，麦当劳的裤子，然后比较宽松一点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裤子这个方面也是要加强一下，对对对。你这一次有捡到宝吗？这一次没有啊，没人丢啊，没有，韩生有丢，韩生有丢，韩生丢什么鬼？他丢那个啊，小怪兽啊。哦，他丢小怪说啊，我太近了，你知道吗？啊，对，你要说三四公尺，对啊，我是离那个舞台最近的，他是直接跳下来用发的，啊，那我捡不到，为什么董博会捡得到？我就觉得很神奇。董博捡得到是谁？还有我看到他 po 文，他不是说什么感谢韩老师的小怪兽？说到董博，第一个开场就董博了吧？对对对，这一次他是唱那个。好像很多首很喘的歌，对对，很多很喘的歌。他有一首新歌他那个丹青，对对对，那首歌好好听对我是好听的，对，我那个时候也是在也是在后面听，因为我就是知道董博他会唱新歌，嗯，对，然后前三首就是因为他就是太干了嘛，就是08董博接那个潇洒歌，然后再接那个马子狗，对，然后三首歌轰炸完之后再接这个丹青。
它蛮突兀的。哦，排曲的问题。对 对，排曲上蛮突兀。然后第二就是它的口白的部分，让我觉得哎、欸，是蛮真诚的，很真诚。对 对, 對真的，我那时候有真的被他说服了，感觉。对，就是我觉得今天你要做一个口白，你要说服人是很重要的。嗯，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真的有被他感动到，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过去跟董北讲说，哇，你那一段的口白，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嗯，然后之后的饶舌的那个氛围也是蛮诚恳的。对，不愧是嘻哈小皇帝。对，希望老不浪，真的老不浪，厉害，董博真的是厉害。可是董博看我就，我就真的跑去抽烟了。不是抽烟不是不好，我抽烟是沉淀。只看董博沉淀，沉淀我等一下要表演的心情，对，欸、必须要沉淀一下。对对对，我用两根烟的时间这样子。嗯，对对对。那我不知道后面的，后面是 RPG AN 哥 ，AN 哥到底有后面？哎、欸，第二个是谁啊 ？RPG 哦 ，RPG 哦 ，RPG 厉害啊！那个浪子的路，一定要提一下浪子的路。你有当、啊？你有跟着一起唱吗？一定要啊！我、哦、对啊。我是觉得浪子的中棋之蛋呢、欸，好，你说你吗？乱讲的，讲的都心虚。还想我车上还有那个虫仔蛋，对，不输茄子蛋，可以。所以 RPG 那一部分，你觉得就是那个浪子的路是可以震撼全场的？对啊，就是，因为我记得他还有唱蛮多首，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哪些你蛮有印象深刻的。这种问题很尴尬，先过得有点久，年纪到了之后。可是我觉得他那一段，我那一段我有看前面一点点，他有用蛮多，就是介绍歌曲，就是他先介绍这首歌，对、哦，他的梗的整个的故事背景，这个我觉得也不错。他的那个保持真实个屁，对，跟38F 这两首我第一次听，嗯，然后我觉得哎呦这个 RPG 嘿尾拜哦，时代哦，真的。他的 rap 的功力都还在，我因为听了前面这两首，后来放那个浪子的路，反而觉得有点荡掉，因为浪子的路他基本上因为都是诶、欸，都只有 rap 的部分啊、欸，所以很可惜啦。欸、希望有个惊喜，能够有这个茄子蛋出来。有，当天其实有跟他聊，他希望他，因为他现在已经在筹备他的个人专辑、嗯，所以他在下半年应该就会开始慢慢的推出一些新歌。嗯。他那天演唱会上也有讲，这不算爆料，这不算爆料，这不算爆料，对不对？他说他演唱会都知道。我一直很大怀疑是他那个包包背在身上跟戴口罩到底是？对，戴口罩啊？对，戴口罩，可能那天他真的不舒服。我、哦、真的、哦、要给他一个台阶、哦，不是有造型吗？没有，这个口罩应该是太舒适了，所以他已经有戴等于没戴的。可是因为胡子忘记刮遮一下啊，的确有可能是这样子。不过、啊、那天 RPG 的他的现场表演是蛮棒的，状况很好，状况很好，状况不错。对，那接下来是那个老司机嘛，对，马逊，对，马逊我就真的没有看，我知道很多人觉得马逊那一段很棒，就是他的茶余饭后跟那个。那、啊、因为我是看彩排啦，茶余饭后真的，我觉得马逊就是把茶余饭后诠释的跟好像他就是他的职业，你知道吗？老司机好像就是他真的他本人这样的，对，他演老司机的，蛮厉害的。他好像就是唱了两遍嘛，你第一次茶余饭后 2.0， 然后唱两遍跟那个 JY 还有这个韩生，啊对，然后拉场，然后全场都笑场。对，再唱一次。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听众 AM， 你会。你觉得那一段的那个还可以接受吗？还不错啊，大家都忘词，就是这样很好玩啊。可是那首歌他们真的是第一次唱，而且他们是过可能一两个礼拜前才真的把整体都定案这样，所以对啊、哦，这么新鲜哦，真的超新鲜的，真的超新鲜，这首歌真的超新鲜，而且再重新唱一次超好玩。对，就是唱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只在台下还蛮期待。可以再忘一次吗？真的忘了。对，唱第二次到底是谁好的还是？当然，好像是没谁，谁会唱？没有，我会谁这种奇怪的东西？这样谁太奇怪了。对，到底谁要唱谁？对啊。那接下来是那个韩生，不是 JY 应该就是那个吧？那首一二三四那个农村无代志、哦，对，农村还是他的那个成名曲嘛。对啊，他前面讲成名曲，他前面的铺梗蛮好笑的啊。哦，对啊，就是什么今天什么市政府就是发函说
有一首歌可能不太方便唱，哦、会 say 这个梗。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后面 stand by 了。这是老梗了吗？不是，我、哦、是他每次都会想一些就是前面的一些前言。哦，新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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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要想一些新梗。然后模型那是他的新歌吗？模型那是新歌。我觉得模型那好像需要一点剪辑，好像太长了。嗯啊、嗯，他后面那个模型那。我觉得有点多啊，对，水贵来呀，个水贵去哦，这个也蛮多的，这个是我的，对对对，后面有点多，如果这样多到我现在都不敢唱了，我跟你说，那个没有啦，没有，再重置一下，重置，对，不要，没有，后面不要，现在用听的7D 的话是合理，是合理的，不是。现场的话，现场要做的话就对那个心理素质要很高。到第三次的谁贵来，你就觉得没完没完，头都晕了，应该会有这个吧？听觉上的疲劳，对，会，对，一定会有的。哎，可以结束了，到底怎么还在睡？不过但倒是 JY 赢那个叫什么，他要 Q 阿基出来的时候，那 Q 的好。嘻哈宋冬野，对，宋冬野是我第一次给他听四旧歌的时候，他就给我冠上这个封号。对，我就说没有啦，小胖比较厉害。他、啊、后来不是转闪灵了吗？闪灵是因为他在彩排的时候看我唱青春的时候，對對對喊出来他们整个好像就是好像有喷饮料，我吓到了。那个，如果我当下听彩排，如果我是没有听过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会吓死、欸。对我那时候彩排也是想说试看看看那时候他们有多少人是没有听过这首歌的？根本就没人半个人。连导 key 都没听过吗？导 key 有导 key， 因为那时候我有传给他听。可是那时候你传给他听的那个版本，我们有听过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但是其实你那个后面那个嘶吼的部分，嘶吼部分就是第一版，没有那么那个、欸，哎，就是没有像现场这么的出来啊、嗯。对对对，就是反而比较里面一点点。可是我还是有贴那个呐喊的在后面，可是我就想说现场也喊一下补那个声音，就、哇塞一补就。一补超帅，那个超帅，真的假的？那时候我立马喷泪，你知道吗？哦，真的假的？真的立马喷泪。我那时候我想这个桥段也是，我差点喷到你，你知道吗？哇，喷到我，对，喷到我真的很夸张哎。哦，这时候我要补充一个小故事，就是当天我们也有麻烦 AM 帮阿基录这个他唱青春的这个模样，對，我真的很感谢你帮我录那一段，哦、因为用不到。对，我有用，因为离太近了。对。对，就是，但是你录你把你那个位置所录到的声音，所听到的声音录下来，跟那个我看直播的时候的那个清晰的声音是差很多的。哦，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录，要在后面录，就在 PA 那边录，还可以更好，就对了。因为你们一开始跟我说是要影像啊，然后想说如果音档不好的话，我顾虑的音档不好的话，其实还有就是录音版还可以。对对对，可是因为我完全想不到说你们会想，反而后来是用。是用音档，然后影像去除这样。对，因为想说先丢这个 live。对，然后因为我的那个影像前面有一个摄影大哥，他一直在走方块步，你知道吗？没有，因为他就是直播的大哥、啊。对对对，他一直在走方块步，让我很困扰。对对对，方块步是啥？台客舞。台客舞啊，对，他在跳战斗，他就同样的步伐，然后一直踩，一直踏这样，然后我很困扰，然后我就真的没办法那个。好好的不去闪避他。那阿基可以自评一下，你唱这三首，你觉得自己？哦，因为我觉得这，因为我这三首，我那时候排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因为他毕竟他要直播，所以他要先送歌词跟歌单，还有空拍先给那个 LINE 直播。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哦，我因为我现在。蛮常用天公博做开场，嗯，对，然后天公博开场之后，我想说，哎，青春又是第一次唱，所以我想说，我也就排在第二首，就是比较保守一点，然后第三首就唱白色恐怖，就是台北 B 场嘛，嗯，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排完之后，我在那边就在家里自己练团的时候，发现哇，三首都有喊、欸。哇塞！我完蛋了，中间没有那种起承转合，就是让大家可以休息，对，休息一下，完全没有，就是几道掌握魂金哦。我对天公博这段表演有一个小小的意见。哎呀，就是因为那个你们那音乐下的时候，不是一开始是阿姨妈妈的那个讲话声音吗？對對對對對對，我觉得你要讲说这是我妈的声音的时候，可以前面讲，或者是最后才讲，你不要在她在讲话的时候。你就突然插进来，这样子那个情绪很容易断掉。不好意思啊，其实我应该是不用讲那个。对对对，就可我就很想让我妈，你知道，她有点
参与感，骄傲就是有路过这个东西，对 对, 對，就像大家知道哦，黑人喜欢妈，哎，对对对对对，好，我下次记住，我就说等一下放天后婆，第一个就是我妈。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说，哎、欸，排完啊，差嘛，我想说啊，没关系啊，就是干脆就是这次就归去，我打给阿内了，回去啊，没有回去啦 ，OK， 说哈的概念呐，说哈了，对 对, 對，然后我觉得这次因为排起来感觉好像还可以再更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青春，因为毕竟第一次我在之后听直播的声音是感觉有一些收放没有做得很好，自己觉得啦，然后在太放了吗？呐喊的地方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大声一点，就是我自己本身还可以再更出来一点。哇，真的哦？对，我觉得呐喊那边还是有吼，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以不要爆为主，对，我就是有压在一个，可是我觉得那个其实你那个后来那个现场喊是有一点点爆，其实我觉得那个如果可以更爆一点点，就算是大大破音，就是更嘶吼出来，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加分的，就是情绪是更好的。对，我觉得可以再，我觉得可以甚至烧瞎，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对啊，哇，是可以烧瞎的。可是就是怕你那一次喊完之后。你后面对，我就是因为有想到白色恐怖，对对对，你知道吗？其实我白色恐怖已经有点烧香了，我那时候已经要做一些高音的地方，已经就嘿做不上，有点嘿 KK， 有点 KK， 我就要唱嘛。谁在那亏董博？前面三首累的，而且你知道我表演就是不贴那种声人声，我就只贴打饼的，后面有车哦，只贴打饼，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啊唱嘛。白色恐怖不知道会不会做得很不好这样子，对啊，所以我那时候都其实都有后一点点。我看台南场，可我台南场想要唱一些其他的歌，台南场唱什么？啊、台南场上是唱那个台南歌单啊，台南歌单就是《台南玫瑰》。萤火虫，哎对，台南歌啦，《灰金歌》嘛，那个嘉义台南跟那个台南梅乡，就是唱一些台南歌啊。啊，白色恐怖不拿出来，台南已经是民主的圣地了。还唱这个根本就是、哦、对啊，那个四舅或者是四舅有武农那边有在协调说到底那天要不要唱四舅，可是我们可是我很想要再碍于这个活动呢、欸，这假的啦，真的啦，再放一次啊，真的可以再唱一次吗？我唱800，可是这样我就会毁谤了台南歌单，因为那到底舒不舒服，后面都给钱呐喊啊，应该可以的，我试看看。可以啊，对对对，如果可以的话，就再给他炸一次这样。对啊，可以啊，在这边先对告诉大家，我应该会唱一些台南歌，跟青春应该会啦，青春就再唱一次，对，再试一下现场的感觉。对啊，这一次为什么你白色恐怖要背那个旗子？哦，那个旗子是因为我那时候，因为上去台北唱嘛，然后我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台北火车站那边刚好有一个那个黄华前辈在那边绝食抗议，就是反中嘛，反中国跟反中国国民党嘛。然后黄华前辈他跟郑南榕是在三十几年前是一起用我背的那个旗子，就是新国家运动一起举办这个游行。哎呀，我一方面就是矮阶吉亚喜杯声援黄华前辈，然后也是致敬一下郑南榕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歌曲那个部分。那天你拿出来的时候，我说哎、欸，我就跟我旁边我女朋友在啊，然后就跟我女朋友说哎。欸其他阿姊的吉他无讲，现在也第一届，我一直找这个机会，让把迄个吉他摕出来。对，其他吉他无讲呢。以前有用过什么吉他？之前有用过。台湾独立。对啊，那个台湾独立旗啊，对，玉山旗那个啦，还有那个还有什么反核嘛？反核。之前有用过反核。我遐吉他做侪啦，我吉他做侪，我专门收集这种物件。有刚刚我比较有一点。啊，当时咱摇外相片，摇你的相片，安尼我想着，等你结婚的时阵，然后结婚他酒台唱白色恐怖，对对对，我是有看要笑啥，在你见，是有多恐怖这样，在你结婚看要笑啥，不要紧的，亲坟墓，对对对，笑死。可是，在白色恐怖，你是前几拍有漏掉，对，是没唱出声音吗？还是有唱出声，我唱不好。
那时候就打的记嘛、哦，对，因为你知道前面就是整整一分半嘛，那时候有点期待太久，哇，那种有点那种关得太久的猛兽，我在下面抓到那边准，你知道吗？啊，我在下面唱的第一句都比你准，他说我唱完的地方，我跟老板讲说，哎、欸。第一句好像怪怪的哦。对，这样才能代表我真的是唱现场。对对对对 对，就是有辣拍。对，你的现场是这样子认定的。对对对对，我就是一定要辣一点点拍，让大家哦，很牛哎、欸。后面拉回来，这样更厉害，这样啊？后面要拉回来，所以对对，要后面对才是真功夫、哦。对，有时候就是要炫技一下。对对对，炫技。台下这种都新生代，放一下枪，放一下枪。对，假放枪，然后哎、欸、再拉回来，让你们吓一跳，这样子。你们没有放过枪嘛？因为你贴满的。超呛，好辣，学长，好辣。他今天捡到枪，真的。不过如果你要认真让我评论这整场这个。单拳北腿，我这样直播看下来，我还是最喜欢阿基的。啊，真的，真的，谢谢。哎，整场让我唯一就是流眼泪，对，其他人让我流眼泪。你会听马子狗流眼泪，对不对？单亲可以啦，单亲。我会一二三四跟你老鸡巴的时候流眼泪。要不然那个，我觉得单亲那个部分也不错。那个不错，只是因为那首歌就是对我的熟悉度没那么高，所以我很专注在于。听对歌词、啊，对，我也是，对对对。然后你的歌是因为我们之前听过，然后很熟悉，对对对对，然后他的情绪在现场的时候比我们之前听的时候更加的，就是强上好几倍啊、嗯，就代表我真的是现场派的，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对，真的要看现场，真的。对，如果有让我40分钟的干话，绝对是比我表演还精彩。哦，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从以前看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阿基整场几乎没有干话、啊，超神话，哇，欸、超神话！我这个歌单排完已经14分30几秒，我就对、啊、你唯一的干话就一句而已，啊，就一句，就韩粉那边，哦，黑湾，没有干话已经留在最后才刁那个刁那个韩粉，对，要刁韩粉啊！你唱完清楚的时候有讲百合花贝卡灰，你是真的讲错吗？我是真的讲错，看得出来是讲错，我真的是讲错。对，然后我那时候情绪在，然后立马被打断，回来，你是叫青春。我就知道，嗯，没有，我当下想到说，嗯，叫碧海辉干嘛没办？要改歌名，是想改歌名，没有，不行啊，不行啊，青春啊，青春。你可以学那个五月天的嘛，青春，然后后面挂号百合花。对，竟然有这种编排方式。对，这种方式。双搜寻哦，双搜寻，双搜寻。对，那我后面是谁？韩生吗？哦，对，韩老师，对，韩生粉啊，嗯，韩生粉，韩粉啊，对，韩老师，韩老师，对，对着我女朋友唱了很久，太尴尬了，对，他也是你唯一拍照的，对，刚好在门口遇到，对，哎，你刚才不是那个，对，你刚不是在最前面的那一个，啊、那韩生那个部分，对他，毕竟他对女朋友唱那么久，你应该蛮有印象深刻，蛮、哦、嫉妒的，为什么不是对着我唱？嫉妒多多一下，韩老师这里啊，对。对对，我那天跟他拍完照之后，我就在那个我朋友那边说，我去韩老师那边了。真正的韩老师。对对对，我就去韩老师那边了。那天他不是还有搭配一个歌手？哎、欸，对啊，是 OJ 吗？哎、欸，我他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忘记他名字哎。好，没关系。他唱一首歌叫什么 ？Keep It。希望那个留言板有人可以告诉我那一天他歌手那名字，对对，帮我贴一下那个歌给我们贴的粉专的，对对对。所以他，你觉得那天的整个氛围，韩生的整个氛围，韩生的整个氛围，就是韩老师的语录，一直以来的那个，就是他的氛围这样，哦、连续记，就是他的那个歌词连续记，对，哦，超强。我觉得他请来那一个有稍微抢过他的风采。啊，真的他起来那个蛮强的，是吗？我觉得还好，还好啊。对，不一样领域，对，不一样领域可以这样讲。对，对，可是抢过去就不太对了。对，抢过去不太对，我绝对不会抢过去。对，那在韩生听说好像也有一点不舒服。哦，对，听说了啦。哦，我是看不出来他有点不舒服。你高位是说他有点不舒服，我说哦。对你讲到高位，对，那高位呢？怎么没有上来唱？因为他说他这次就当场控。哦，好可惜哦。对啊，蛮想要再看一下高音，看台上有没有机会。哎、啊，上次请他干妈屌的时候丢糖果、啊欸，对呢，丢科学面啊，对，科学面可以，科学面可以吧？科学可以，维力炸酱面，可以，那个我比较喜欢，那个比较实在、啊。对，丢一张面，对，看完还可以吃。高音的话，可以丢满汉大餐啊，以才艺来说。
你说以那个刘公子的，对刘公子，嘿，长条啊，长条啊，长条啊，长条就要丢一下丢威力炸酱面，不是炸酱面太便宜了，对，马上丢饼客。对，饼哥没有在丢科学面，就直接丢一个。饼哥有点痛哦，他后面下面紧，对，要砸到有点不舒服。对，可惜啊，就是这次那个高伟没有上台。对啊，不过看台场有没有机会。我记得 M， 你好像听你讲过，你很喜欢高伟以前在太非常时期。对，他们之前改编的那个 Beyond 的《海阔天空》。哦，你喜欢那神好听欸，神好听欸，是比海阔天空好听，还是他们改编完之后？改编我觉得哦，两个都很喜欢，就是、以前到现在任何翻唱，我今天这集好像都一直在捡枪欸，对，在捡枪，连续剧。所以从以前到现在，因为我很喜欢 Beyond， 我是一个 Beyond 的歌迷，然后、从以前到现在，我任何翻唱 Beyond 的歌曲的歌手。尤其是海阔天空大部分没有听过我喜欢的哦、对改编或者是直接翻唱原版的我都几乎都没有遇过喜欢的难以超越啊对然后嘎威他们那个版本是我吓死我了然后那时候我完全不认识人生有功练哦我听过这首歌的时候在我高点阅率蛮高中还大学的时候对对然后是我朋友丢给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喜欢 Beyond 然后知道我喜欢海阔天空他们丢这首歌说、欸、这首歌很厉害然后那时候我那一年我就分享立马分享这首歌说、欸、这首好屌、哦、这样子后来到了今年那个 FB 的动态回顾我吓死我说我靠没有这么久之前都听过你知道吗哇这是超厉害的这样这首歌是蛮惊艳到我的、对啊所以你希望他可以在现场唱一次海阔天空对一直许愿许个愿把太非常搬过来的对那个女主唱很正、哦，可是女主唱已经没有在那个了。哦，不在了是不是？不是不，我不是那个不在，不在音乐界吗、啊？我不知道，已经不在这个圈圈里面。哦，对，不知道，这可能要再找一集约高伟来聊。嗯，哎、欸，可是你今年，这次不是说台南场，你怎么后来不唱青春，不打算唱青春了、啊？对，可是你青春好像有跟那个，对啊，你不是有说那个？对，有啦，嘉莹姐、啊，对，这次找嘉莹姐一起来唱。对啊，这我真的假的？对，这样台北的歌迷怎么办？对啊，你这样台北又不知道，台北是台北是徐佳莹、啊，哎、欸，他们是抢先呢、欸，对不对？然后台南就是第二波，对啊，好，先来先享受了。而且嘉莹姐也是那个台南人，所以比较方便。对啊。这一定要听一下现场的。对，对啊，到时候跪着听，后面跪着听。你要找地方跪，找地方跪，可以。那间其实蛮小的，啊、真的假的？对。啊，不，你可以把我请上台跪，跪给大家看。哎、我们请一下屏东的那个 AM 哥，他说这首歌要来跪着。那天我就跪着听，这样。在寒声之后是 BR 吗？对。那。BR 的部分我自己讲一下好了我觉得 BR 的这个台风是比我想象中还要稳的、哦欸、他那个舞台的魅力跟台下那个欢动感、欸、我觉得、欸、这个真的是有当压轴的气势、对啊因为他毕竟他的那个粉丝的圈粉的群众是比较广的可是我一定要私心讲一下因为他大家实在太期待他的 freestyle 对真的太期待了所以感觉上没有符合大家的期待。我觉得他的 freestyle 到时候应该可以用 Sagan 的方式，对，不用再自己安排了。对，那时候那个 An 哥好像已经先离开了。对，我去赶车，哦，现在这样整场踢下来 ，An 哥有没有觉得这个单拳 battle 需要改进的地方？改进的地方就是那个投影幕一定要讲一下哦，这从头到尾就从开场到结束。都是只放的那个攻略的那个图片，logo， 我觉得后面可以再跟，就是改进一下啦。啊，对啊，有些想法可以跟你们讲，我觉得这可以讨论一下，啊、至少叫你上去跪也可以啊。对啊，跪着多好看啊！表演吃一锅饭，我跟你讲。舞者，对，跳给你看，跳起来，跳起来。对，我觉得这个投影幕，这个因为台南场它也有投影幕，所以我觉得可以想一下看，怎么去协调做这个部分？对啊，可是我真的因为你们都没有说到直播，所以我知道直播的时候，内心真的好开心，我竟然可以跟到单拳北腿台北场，好开心！真的，看你一直发那个讯息给我们，对，真的。可是他有留言板呢，他不是有人正在留言的，有直播上留言，有，我之后就看不到了，对不对？
哎、欸，对，后来就拿掉了，嘿。啊，好可惜哦，真的可惜。对呀、啊，对啊。可我看你有截图起来，我觉得它上面观看人数还蛮高的。嘿，当下哎、欸，最后的好像整场看完的那种，好像大概6000多人。哇哦，六七千吧。嘿，有。哎、欸，我后来再点进去看，那上面人数不是往上加吗？6000-7000多。没错。然后后来跟我讲说没有了，就是那个关掉了之后。我就没得看了，那时候我最多的时候看到7000多，最后7000多，对对 对, 對，7000多蛮多的、欸，对，蛮多的，好险有历史定位，对啊，这一千人，这一千人如果可以付个门票就好，哦、对啊，哦，哎、欸，对啊，买票、啊，就连进都进不来，你知道吗？对啊，我要跪很远，我要跪的话要跪很远，对啊，哎、欸，买个票好不好？6000多人，对，其实就我一个听众来说，我愿意现场就是线上直播，我也愿意付票钱，嗯，觉得哦，就感觉是。就是买那个直播的时段。对啊，欸、对吼，如果要支持你们的话，现在有办法买到一些周边吗？有啊，可以啊，就是还有一些，对，还有一些衣服，就是跟那个手环，就是我们这次专场所制作的衣服跟手环。对、嗯，然后它黄色，就是我当天表演的那件黄色，它好像没有什么 size， 可能它在追加啦。哦。对对，然后手环是还有一些啦，对啊。嗯、那 AM 有买吗？还有，我有手环。你只买手环，手环送的，还没花到钱。对对对对对对，有备品，有备品给他。备品，对对对。阿基直接掏腰包给我的。对对对对对对，直接从我口袋里面掏。资深粉，资深粉，从我腰包里面拿出来的。对对对对，还有带过的是吧？有味道是吧？没有没有没有，全新全新。对，然后到时候看用什么方式，因为手环它的那个。量其实蛮多的、嗯，希望是看，因为台南厂它的毕竟它的进场人数有限，嗯，对啊，到时候看可以协商是用入场，然后就送大家一尺这样，还在协调，对，还在协调，毕竟希望大家也是可以用手环有两种嘛，新台币下架的，对，两种，对，因为我这次那个手环它上面有一个玄机，就是有一个是北腿版，那一个是南拳版、哦，对，然后北腿版它的颜色是那个 BR 挑的颜色，就是浅黄色搭粉紫色，嗯、哦、对，这种非常 cheap 的颜色，对我本身这种很 underground 的，通常都是比较挑那种很饱和的颜色，我自己选的就是那个黄色搭那个深蓝色，嗯，对我觉得这个颜色是非常东岸的。哦，你讲到这个，我想到这个。有没有机会齁，就是因为这一次我一直觉得南拳北腿有一种互相较劲的感觉。是。能不能在台南场我们就不然看哪一边南拳还是北腿卖的手环多，就算这一次获胜的一方。哇哦哇哦，这种 battle 的方式对感觉好像可以呢、哦、我先买十条先。对北腿那边可能就是哎干、欸、现在南拳卖出了50组，北腿现在一开始。那个募资这样，对，希望可以啊，希望可以有这个竞赛的方式，让大家用新台币下架这个手环，嗯、对，把它买光光。对，我、哦、现在我要提一个那个，就是我从以前就是看人人公链的演唱会到现在，我就觉得一个很可惜的点是，就是你们表演开始之前，对，不是音响就会开始放音乐了吗？对，我觉得为什么可以，哦、为什么要一直放一些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的音乐？因为其实那个时候那些音乐都是从那个音控那边出。对啊，可是你们可以跟他们讲说你们是可以是可以。对啊，丢一些你们人人早期的一些作品，或者是一些在线上可能比较难得可以听到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协商这一部分应该是那个时段大家都在吃便当。吃便当也是很重要，我在前面等很重要呢。大家吃便当，我每天、啊，我觉得这台南厂应该要改善。对，这个台南厂可以，因为我从第一次看的那种光电的售票演唱会是在前几年的那个太极拳高雄场，嗯，我是第一次看那个 Web House，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哦，为什么一开始之前你们的音乐都是，哦那时候哎、欸、那时候有放，好像有放那个太极拳的主曲，就是那个你们一起的那个那首歌，对对对，对那首 Cypher， 那时候你们是有放那个的，可是其他场后来就说，哎、欸，奇怪，那你们的音乐怎么都不是你们的歌这样？对对，好，我觉得有点可惜，这个台南场应该会听到改进的地方。对对对对，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可以加开什么场次？哎、嗯欸，我私心希望唱饶舌大叔，哇哦，你们。的我想这个阵容应该不会很难凑齐吧？对对，饶舌大叔好像比较简单一点。對不过要问一下，我想看董博。对，
劳斯大叔好像感觉比较容易一点。对，可以问一下。对啊。原本这次有排 Cypher， 可是因为我们毕竟住的都比较远，就是有些台北，有些台南，所以完全没有办法聚集在一起练，比较可惜啊。嗯，对。所以、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打算来再就是弄一次你们之前做过的？对啊，甚至我们这次还要上，原本也要上那个唱那个赌神那种。哦，是假的。对，原本也要想要唱，可是就是因为大家都住太远，而且没时间练。赌神那一首是过年的还是那个？过年的，过年的。哦，问你刚你我想说那个什么，韩生跟 B 啊那个。韩生跟 B 要唱赌神。就是那个周星驰系列，你知道吗？很久以前了，嘿，很久以前。你知道你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韩生还装扮成那个周星驰那个食神的角色、那個哦哦，食神啊、哦，对 对, 對，你记得吧？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只是我说的是那个哦，我因为你刚刚就叫食神，对对对，贺岁歌。哎、你们之前有现场表演过那个那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只有表演过太极拳啊、哦？是假的？对，可是我想全员到齐啊。我蛮想看那个王炳忠 VS 那个哦，你说那种的没有，那个完全没有，那很好笑哎、各种背头嘿，对啊，那个很好笑哎，对，我觉得是可以问看看，对啊，那个是可以建议一下啦，对啊，就在这个广播上可以跟大家，对啊，就这个蛮棒的，所以现在听过可以去听一下。其实人有宫殿是很多很多主题可以做，对啊，对 啊, 對啊是可以啊，真的，对，就许愿一下，好，对啊，对，那这个不知道那个。单拳北腿的这个八月的场次，就现在目前还没有确定时间嘛？对，好，知道应该是八月初啊，哇，会是礼拜六了吧？对，一定是礼拜六，对，肯定是礼拜六的。对，大家就是用着暑假那种愉快的心情来购票，然后入场这样。对对对对，千万不要奇怪。购票方式现在还没有确定，对，希望是有很棒的方式可以。真的吗？对啊，好、哦，那还在协商，可以密切注意人工裂的粉砖。好，好，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冲仔蛋跟你慢慢聊，跟他慢慢聊就聊这里。谢谢屏东的人人资深粉 AM 跟阿基，耶耶，拜拜。